人讲这人生，嗨嗨嗨嗨路好行。得知一哥正在紧急抢救的婆婆钟心凌骑着摩托车赶往医院，就怕见不到一哥的最后一面。我车无油啊啦！啥货啊？哎，我甲你哎呦！不是啦，你不是有车，你甲我载啦，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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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啊啊，紧啦！啊，你要上车？有真正可能明仔载到哦。为什么啊？啊！阿哥，唐玲，阿哥，哎呦，我接到你的电话了，紧骑后头摆来啊！结果我后头摆我讲我今晚无油啦，啊，伊哥安那啦？这个伊哥今晚无法度喘气，伊先将你家急救啦。等下我找伊来，我找伊来。哦，哎呀，还是我早小姑，我脚无力啦。唐玲，我给你按，我给你按，我给你按。哎呀！医生，医生，辛苦啊！啊，即马病人状况安怎？人已经算赶紧救转来啊，也毋过也未清楚，我需要阁和其他医生阁讨论看卖，较来调整后来治疗的方式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只要阁有一口气哦，就有希望啦。迄一个可能到袂，干那迄件。安尼一直倒，一直倒，是要倒到当时，我敢讲爱倒到断开哦。胖的啊！啊，你安尼这么辛苦照顾我吼，我实在有影吼，唔知要安怎报答你。然后我醒起了吼，我一定会加倍吼，更加爱你啦。你讲啥？我讲，我上爱的人在我身边，我拢无法度震动啊。你当一个，当一个，我看一个，当一个。你先让我练习笑一下。一哥醒来后和彩香重逢，让网友直呼好感动。在片尾也惊喜释出两人黄昏之恋的彩蛋，满足网友的期待。你讲这什么国家？什么人啊？斯里兰卡啦。讲这个国家吼，啊人呐来这拢足轻松的啦。哎，有啦，有轻松啦。啊，不过我看这个现场哦，我感觉哦，还是咱火力的中秋明年较圆。这同一点呢？你讲的对，咱火力的较大粒较圆。唔知迄过瘾哦，即马过了安怎？你敢有看到我看到的？